他们说，如果人人都能当首席，芭蕾就不存在了。他们说别折腾了，浪费青春。他们说女孩子待在家里不好吗？他们说玩玩就算了，你还真以为能上天呢？他们说的对不对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世界上从没有哪一个舞台能容下100万观众。我只知道即使摔倒再多次，也要像太阳一样不断升起。我只知道透过窗帘的光和透过帐篷的光真的不一样。我只知道虚拟世界的英雄也能在现实中上天入地。Honor，荣耀手机。